这个米酒据说后劲极大，喝完了以后第二天什么都记不得。干杯！那咱们今天就玩一个游戏吧，真心话，每个人说出自己喜欢的人是谁。我喜欢蒋毅。没关系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赵远，行了吧？什么情况？相亲？让咱俩相亲？我跟你说，这男人成家立业，那不成家怎么能？阿姨，其实我有女朋友。